我哥他。他其实现在挺难的，他不让我跟你说。老陆，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去哪儿了？去福利院做回访呀。你，不吃了，我睡了。你来厂里面上班多久了？其实我才刚来，刚来啊！对对对，知道了，来，不客气，行行。老陆，我想跟你聊一聊。啊？是吗？你假公济私，上来就给爸爸扣这么大个帽子。你为什么盯着姚远不放，三番五次的查他？他找你了？没有，人家才不会告状呢。你把人家看低了。好，既然说到这儿了，这么说啊。首先，爸爸并没有个人恩怨在里头。我派人查他，那是因为前两次的行动都屡屡扑空。后来证明就是这小子搞的鬼，你说我不查他，我查谁？你怎么证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俺查卧底。其二，他是没有找过你。可他快递公司的老板找过我，求情放一马，没有明说，但暗示姚远和你的关系，我非常气愤。孙小欧啊，你呀，长点心眼儿，这个社会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知道吗？知道了。知道姚远为什么离开快递了？怎么他离开了？爸，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想的这么肮脏。他也有他的尊严。
去医务室吧，你带他们去医务室啊！啊，小心啊！哎呀，你下次就得请假，不能老逞能了。继续练吧。哎，来，你们在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他拿药啊。好，你坐下，坐。哎呀，好点了吗？杨远，喂，你来这儿干嘛？我同学肚子疼，我陪他来看病。啊，好了，你看。哎，慢点啊。你先上去，哎，来，慢点啊，你轻点。那些东西交给我，完全没问题。啊，您慢点啊。哎，慧慧，我有东西落在里面了，我去拿一趟，你们先走。那个，不等你了。不等，你们走。你那个，啊，你以为那是？不是，阿畅不是说现在没活干吗？我说这遍地全是机会，我在这已经盯了三天了，专门帮那些要生孩子的干活送东西。人家孕妇都有老公帮忙，你干嘛呀？你看那门外那些堵着的不让进，那都是妇幼产品公司的，他们恨不得把商店就开在医院里边，可人不让进啊！我就专门替他们往里送东西。我给你看一东西，你看这个，这是我搜集的现在最畅销的产品，上面明细价格全写上了，还有我户籍号。孕妇想买东西只能找咱，而且我分文不取啊，我只跟那些公司要一个权利，配送权。行啊你，钱都让你一个人给挣了，不干快递了。谁跟你说的？我亲眼所见，还有人跟我说吗？啊。不过你这人能力强，干什么都成。说是小强是不是？损我？你自己说的。你那同学呢？啊，走了。那你在这儿？我忘了给他拿一个药了，所以我才进来拿一下。啊，落东西了是吧？交给我，这我收。不要，我自己进去拿就好了。是药房是不是？不是真的，你别管了，我自己拿。这医生我都特熟，他们没准帮你收了。你等着我，很快，很快，放心。哎，你看，我这人没脑子，药已经在车上了。妹妹，小光哥。哎呦，你可太难找了！问了一大圈，你同学说你在这儿，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讨厌！哎呦，上车，来，大老远来吃个饭去。啊。系好安全带。哎呦，走喽！
哥哥带你飙一段，哎。看我干嘛？我妹长得好看呗。倚老卖老。我跟你说，这好车以后不许开到我们学校来，听见了没？是，遵命。你爸怎么样？身体出院了吗？哦，我爸，他刚做完一个疗程的放化疗，身体虚着呢。啊，对了，现在公司的大小业务。那都是你哥来搞定的。吴叔叔那是累的，以后你也要注意身体。你放心，你哥身体好着呢。哎，过几天你生日吧，你哥给你过啊。我爸的生日我都不记得，哎，我妹的生日那我可记得清楚了，我告诉你，哎。老爸，您怎么来了？好，我马上过去。得了，走吧，你爸也在，跟我走一趟吧。哦。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呢？必须要三天之后是吧？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呢？哎呀，那边我都已经打过电话了，都没办法，我就指望着你这能。哦，那好吧，好吧，好吧，哎哎，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哎呀，该打的电话我都打了，没办法，都要三天之后才能到。你呀，要的太急了。老陆啊，你知道这批货对我有多重要吗？我要用它敲开广交会的大门。我好不容易有了签单，可对方要求我们必须明天一早广州交货。你现在航空货运也要提前几天预定，你就是大意了。你都是小兔崽子，以后不能再信他了。啊，吴叔叔好。叔叔好。小欧啊，嗯，上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几年不见，我们的小欧变成大姑娘了。爸，咱不都说好了吗？您在家好好休息，这边的事情您就交给我就行了。这批货明天一早送到，航班你找好了？我找了呀，我都找遍了，可是我没找着。您放心啊，实在不行，今晚我找个陆运给他运过去。什么？陆运，那至少大后天才能到。爸，你说你较什么劲呢？不就差两天吗？你再说一遍。你爸我最难的时候，陆叔叔是怎么帮我的？你忘了啊？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准时，靠的就是言而有信。你小子忘本了你。别老陆啊，你看我怎么闭得上眼睛啊？这小子他靠不住，他扛不起来。辛苦辛苦，谢谢谢谢。等等等等啊，那个，这是我名片，那个哦，你要再买东西啊，或者别人要，尽管找我。好的，这边我估计啊。好好好好好。
有批货很急，需要空运，能试试吗？晚上真不跟我吃饭了？赶紧忙你的去吧，别让我同学看你。哎，你给我找个姓姚的什么人呢？我手下都找不到仓位，他能找着？死马当活马医，我看你还是不着急，走了。哎，都看看，看你哥在哪儿？啊？在。出去，出去，拜拜。看你哥。还有外国人。哎，行了，行了。哎，哥，还有外国人，还有外国人，从来没见过。你是我哥吗？哎，远哥，远哥，远哥，啥活啊？我把队里人都带着。大活，这笔如果干成了，奖金多少啊？3万。3万块？不是哥，3万那么多呀？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呀？听你哥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上午9点，有一批布料必须得送到广州。哪儿？广州，我们扛过去啊？不可能，不可能，太远了，我们扛不过去啊。飞机，咱得找货仓，飞机货仓啊。现在开始，谁找着飞机货仓，这钱就归谁。真的假的？远哥，那要有这好事情，你自己不就上了？干嘛来叫我？现在啊，每天到港的航班太多了，得一个区一个区找，人手不够。就问大家一句话啊，干还是不干？干！不，阿远啊。来的时候路上听你说了一句啊，那个公司都找遍了，今晚的航班都没找到。是啊，他们找到了，那你哪能找到啊？说，军事上有一个名词，叫盲点，就叫灯下黑。那家纺织集团，他们提前查了所有航班的公开信息，他们认为这就是所有的可能性，但这就是盲点。所有调整，所有改变，所有增减航班，都是机会，谁抓住了，这场仗谁能打赢？怎么样？3万块，来，加油，出发！加油，上！加油，加油！加油！哎，等一下，远哥，地方那么大，我们也没来过，怎么查呀？这人生地不熟的，再把我们抓起来。我们进来的时候啊，那保卫盘问了我们半天呢。这问题出在哪儿？这问题出在咱自己身上，咱自己首先就不自信，人家瞧不起咱。你看咱现在每个人不都这样吗？咱别这么看人，咱这么看人。再叫人挺胸抬头，哎，大大方方的，声音洪亮，看人目不斜视。见着穿制服的同志，哎，同志你好，同志你好。见着穿西装的，先生你好，先生你好。哎，明白吧？两哥，两哥，那要见到穿裙子的来。行，来来来来来，别抓紧啊，3万啊，3万啊，谁找着货仓就算谁的。出发！我们看一下啊。Hello, you so beautiful. 那个，我们怎么？不对，我们要有没有去广州的飞机啊？对，飞机呀，去广州今天去。那个，请问今天晚上没有那个空舱飞广州的航班？啊，不，先生没有了。那我能看一下那个咱们的那个货运仓储信息吗？啊，可以。好，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到广州的？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到广州的？我们有很多货要运，货仓啊，货仓知不知道？你啊？有吗？哎，你好，我看咱们那个货运单，那个咱们那个有没有就是咱们那个飞那个
去广州把那个去广州的那个飞机的，就是从那个就是比方说从广州那边飞飞的。你们这边有吗？没有啊。问下一个，问下一个。先生，您别查了，今天是真的有空闲的舱位，您要想一定的话呢，现在申请吧。你再找一找啊，谢谢啊。行，没事没事。都叫起来，然后回去吧。你也跟我们一块回去吧，我再找找去。哥，你别找啊，你不笑话咱们多丢人。笑什么？你听我的，我待会儿叫起来，赶紧回去啊。哦，飞哥，飞哥，走了走了。老哥，老哥，啊，回家回家。行行行，回家睡回家睡，走了走了。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回家睡了，回家睡回家睡，快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小姐，哎呀，人家多少关系都查不到，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找得到呢？那就赶快回来吧。是，我哥现在让我们都回去呢。他呢？他非要再试试，我就说你别试了，您都笑话我们，丢死人了都。都赖我。你怎么来了？我都吃过了，你吃吧。要不回去吧，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就让你试试呗。有戏。怎么有戏啊？我想过了，那些大老板啊，他们开始只查这个哪架货机空出来，所以临时找肯定找不到。我之前犯了跟他们一样的错误。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找？查过路航班。I really don't like it because my kids are very, very, very hard. But I hope we already go to home. 哎，你们是不是刚才那个在这卸货的那个俄罗斯航班那个？然后晚一点要飞广州，您是机长是不是？哎，你们的货是，全都卸下来了吧 ？Yes。然后晚点要飞广州，你们现在货还需要再装货吗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m so tired. 你 ，Sorry。我说你还要需要再装货吗 ？I don't want to talk right now. I'm so tired. 不，那个，哎，你们需要。Bye. 中国话 ？No。中文 ？No。谁懂俄语？帮我翻译一下，我给他100块钱。会俄语吗？那个，帮我翻译一下，那个100块钱。可惜我们不会，我不会。你看懂？你不会。英语会，经验俄语。干嘛的？啊，你我找会俄语帮我翻译一下，那我给他100块钱。啊，翻译啊，先走了，忙了。行，忙。你会吗？那个会。啊，我家就那边的。一百。200。那个行，帮我翻译一下来，帮我翻译，200好不好？为什么这翻译挺难的？啊，会俄语的人少，然后我家呢离那边近。您别说了，这样300，你看里边没了啊，300来，啊，真得拿上来，你帮我看一下啊。行，你看上面写什么来？你看，那你看啊，上头写的是满城
卸货。他有没有写那个空仓上？空仓。啊，这都是满仓卸货。人家说没错，都是满仓卸货。啊。你怎么看出来？哎，哎。姚远，姚远，我刚查了航班信息啊，有一架俄罗斯航空的货机刚刚卸货，准备飞到新加坡去。我刚才碰见他们机长，跟他比过半天没说明白，估计就是他，我得去问问。哎，小欧，你们学校有没有学俄语的？有啊，我们戏剧社就有一个。把他找过来，你跟他说，他打车先我给他付啊。好，好，好，我给他打传呼去啊。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могите на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м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нужно отразить этот груз. Это не игрушки, мы можем понести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е риски. Но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для вас. Если бы это не важно было, мы бы не приехали сюда в ночь и не побеспокоили бы вас.喂，吴总吗？您是吴总吧？不是说了吗？那个保险不要给我打电话，烦呢。有一架货机空仓经过广州。你说什么呢？谁啊？啊，我姚远啊，陆小欧介绍的。我找这架航班啊。他把货卸了，能空出来十几吨仓位呢。你再说一遍。是。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他在上海卸货飞新加坡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机长在我边上呢，俄语翻译也找着了，现在跟人谈条件呢。吴总，这么着就是，我给您一建议啊，我觉得是不是给人机长一点私人报酬？我只是提醒您，您自己考虑啊。行，没问题。好好好好好。这都聊了半个多小时了，不会聊黄了吧？没问题，你那吴伯伯孤注一掷，他图的不是钱。你什么都知道？不信问你爸去，他们这种人不在乎钱，要的是信誉。Хорошо, я согласен. Но самолет должен лететь строго по расписани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怎么样？机长很固执，不过他还是同意了。他说飞机一定要准时起飞哦。没问题，没问题，你跟那儿，我们保证按时赶到。你凭什么跟他保证你按时？你那笔货怎么运过来？ни на минуту позже。飞机一分钟都不会等我们，毕竟这不在计划范围之内。OK，OK， 没问题，你跟他讲没问题。这么着，你们在这等着，你给他稳住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跟这老外说，他说得算数啊。走，小欧，咱们。就是。跟他说。叔，哎，物流公司大车全跑长途去了，只能找你帮忙了。咱们四辆车都去，够不够？完全不够。那给老板打电话，把能叫的车都叫上。哎，不是叔，咱那些小面啊，一点用都不顶。阿远，你不会是想跟老板说，找其他公司帮忙？好。您快去看看，快递公司几十辆车在大街上，啊！陆队，真来不及了，再不走的话，或许上不了飞机了，其他几路车队也麻烦通融一下。老陈啊，这样，我亲自驾车跟他们去。登机之前一件一件过啊，放行啊，走吧。
自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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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哎，吴总，我问您手下了，说那个拿奖金得找您。我们在哪见过吗？宁波呀、啊。是你呀、啊！哎呦，这次真得感谢你了。哎，有没有兴趣跟我搭下一班飞机去广交会啊？啊。客户要求把货运到广州，你放心啊，奖金到了广州一定给你。走吧。好。喜欢登高望远啊！哎，吴总，这3万块钱，感谢你帮了大忙了啊！谢谢啊！怎么样，第一次见识这么大场面吧？还真是，这场子多大呀！您看这多漂亮！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广交会。哎，我告诉你，以后啊，还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会参展，跟我干吧！我谢谢您了。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哎，吴总，你们公司这外贸规模做得大，是不是有很多那个报关单啊？有啊。能不能交给我做呀？你不是搞物流的吗？不是，不瞒您说，我老本行是快递，我们公司那绝对是朝发夕至，比别的公司都快，而且信誉肯定有保证，绝对不给您丢单。好，一言为定，我再谢谢您了。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俩有缘分。哎，你跟陆小欧怎么认识的？我干快递那会儿，他搭我车，这么认识的。哎呀，想当年我爸创业的那会儿啊，货都发不出去。是陆叔叔，他在邮政当时帮助了我们，解决了出路。我爸给他个人酬劳，他是分文不取。从那时候起呢，我们两家就成了朋友。小欧呢，是我从小看大的妹妹。这女孩心气高傲，跟她爸一样。哎，他们爷俩都喜欢听一首曲子，你知道吗？叫《流浪者之歌》。哎呦，那曲子太苦了，我就不爱听。他们认为苦是一种高贵啊。姚远，你相信人和人的差别吗？吴总，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我个人认为啊，人的一生有些差别是永远无法逾越的。妹妹。这么大谱还让我等你呢，我可是专程回来给你过生日的，餐厅我都订好了，今天这面子你必须得给我。姚远呢？啊，我坐的可是头等舱。你不知道给他买张头等舱票，抠门。妹妹，少年得志不太好。什么玩意？二叔，把钱分一下啊。去机场的，一人分1000，一人1000，这钱挣得容易啊！啊，哥，你说咱要隔几天就能来这么一个活儿，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做梦呢你啊！啊，这是你哥的能耐。那天晚上，你们谁在那啥了？啊，不都一个个回来睡得跟死猪似的？
爹，你不也回来睡了吗？你分析二叔。喂，哎哥，不是3万块钱吗？扣除当晚各公司的运输费用，我再留一半，有用。对，各拿1万，应该的。不是什么应该的，那1万是给陆小欧的，没人消息，咱捡包肉。人家还帮咱请翻译呢，没他就没这笔钱。不是哥，人家会要这钱吗？给不给是咱的事儿，要不要那是他的事儿。阿元说的对，就该这样。叔，你把那手机叫去。啊，好。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别动，一人一件，都别动啊！急什么？怎么又是后门啊？哎，人家都愿意让人看见，您老人家可倒好。我就不愿意，快走吧你。哎，晚上6点来接你。不用，我自己去。再见。嗯。这次多亏你，为表达感谢，1万奖金别嫌少，其他我得分兄弟。都有份儿，来来来来来来，阿昌，等一下，等一下，我急什么？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来，我了，给给给，哎，别吵别吵，求姐来电话，别吵啊。喂，小姐，我找你哥，找我哥，你等着啊，找哥的。哎，你好，1万不够。你也知道这次欠我人气欠大了吧？你知道就行，那我收了。啊，但不是钱，你得帮我做件事儿，我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说，现在是11点半，给你30分钟，12点火车站南门见。喂，你怎么来这儿了？走吧，安心说清楚，咱们为什么要去这儿？马上要检票了，我们上车说。啊，不不，你等一下，我这刚下飞机上火车的，你饶了我吧，姑奶奶。而且我10多年没回去了。我知道你不回去，我也知道你不回去的原因，但你不是来报答我的吗？这么说吧，我需要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案例，你当我的病人，实地回访。这样我才能完成论文。可是顶得上那1万吗？行，我不勉强你啊，你要不想去就不去了，我论文就交白卷。不是，那是我家。哥，哎，别看了，门锁应该都换了。去看看嘛，都到这儿了。不是，
来了就来了，看也看了，咱回去吧。进去看看。陆萧，我的义务是把你送过来，你不走我回去了啊。门没锁哎，还有鸡呢。平常有人住吗？我走之后，我二叔帮我照看的，偶尔我婶会过来收拾一下，平时没人住。咱们走吧。可以进去吗？你知道高畅怎么说咱俩的吗？这家伙眼睛还挺毒的。他说咱们两个人呀，都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挺近的，实际上呢，心里都挺远的。你祭奠过你爹娘吗？这不是你的错。天下哪有孩子不想见到自己爸爸妈妈的？你想叫他们回来，这不是你的错。哭吧，哭出声音来，把想对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好吗？陆小欧今天生日，你不知道吗？哥，你该告诉我，耽误你过生日了。假，我是认真的，找机会帮你补吧。过时不补，今天马上就过去了。还差十分钟到明天，如果能出现在校园门口，算补上了。哎呀，别，这别人的口琴啊，别瞎吹，知道为什么吗？不卫生。我不再怪你了，我也放过自己了。你还是这样穿比较好看，显得人也比较精神一点。看来离婚很重要啊。我不是来替您羞辱我的，有话请直说。你已经失去了造心理学的机会，会飞的鱼呢也不跟我联络了。你确认你的灵魂还有意义和价值吗？有没有我自己知道。这里有一份邀请函，你拿着呢。这是全美前三位的商学院。谢。非常的好啊。学费你放心吧，以后你到我这儿来实习会从你的薪水里面扣除的。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就彩排了，今天晚上8点正式演出。嗯，你没票，因为我爸要来。行，我知道，我站票。都上，都上。不是说，有件事情外面传的可厉害了，您还不知道啊？遥远吗？我是陆中祥。眼睛的心总叫